原标题与秋瑾并称近代中国三女杰的姐妹花是何许人，光复会的宗旨究竟是什么。邵雍，邵雍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继儒学者顾问，兼任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，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，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上海中山学社党史学会、宗教学会、新四军研究会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等。著作有《中国近代社会史》、《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》、《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》、《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》等20余种。尹瑞智，尹瑞智1890到1948年，浙江绍兴府嵊县西乡人，父亲尹阿晓住在县城内，是个头脑守旧的人，母亲早年去世，姊妹三人，瑞智排行第二，和妹妹尹维俊1895到1919年，两人都是由外婆抚养长大的，外婆家住在嵊县城里。清朝光绪纪年，各级男学堂和女学堂在各地纷纷开办，然而社会上的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住女学堂的闺女寥寥无几。由于起初外婆不肯让尹瑞智去女学堂读书，他就绝食抗争，直到几天后外婆被迫答应为止。生性好动不好静的尹瑞智进爱华女校后学习认真，成绩不错。1903年尹瑞智在爱华女校肄业，光复会组织成员。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，秋瑾加入光复后，以圣县民风忠实尚武，地费充繁而交通尚便，故密设机关于圣，有以此县城办事处理，有个内奸向省里告密，准备里应外合进行破坏。尹瑞智偶从其人与他人言谈中得悉来意后，马上报告光复会设在西乡王金发家里的办事处，经查属实，他们果断处置了内奸，并做了应付准备。省里派来的人鉴于光复会在圣县的前势力很大，王金发、朱少康、张伯奇等又都是圣县人，因此不敢动手，只好溜走。经过此事以后，光复会吸收了尹瑞智入会。一说尹瑞智是年仅13岁的女会员，不确，因为1903年不可能有光复会圣县办事处。瑞智回忆录回顾光复会时说，光复会之宗旨在推翻满清，恢复民族自由，建立民国，实行平等教育，建设现代之农工商业，解放妇女，实行世界大同。不确，因为光复汉族，还我河山，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。孙中山的保镖姐妹花，尹瑞智、尹维运编辑，继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宋家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